演了11年戏，前7年我一直在演配角。在这7年里，我之前会不断的听到这样的声音，说演不了主角，觉得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形象这个有局限，不大气，演不了特别重要的角色，只能演丫鬟、女儿、孙女、妹妹。但确实我也都演了，我当时很不服气，我不明白一个演员的价值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而被定义，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在每个角色上下功夫，等待机会出现。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地发誓，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。赵丽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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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不过向往江湖之前，忘不了惊鸿一眼，独自眷恋望汉心间。